首歌呢，它是在写恐怖情人，然后它是以蜘蛛的角度下去写恐怖情人。大家都知道蜘蛛，母蜘蛛跟公的蜘蛛交配之后，母的会把公的吃掉，那就大概就是用母蜘蛛的角度去写恐怖情人这样子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爱我不爱我》。细胞，一口一口吸吮着血液，融入我的身体，保留你最后一丝清醒，要看见我的用心。宣打其实也有跟前面一样有奖征答，那一样会有两题来问一下，刚刚都已经宣导还蛮多的了。好，那第一个问题是，哎，大家都有醒来吗？大家有醒来了吗？我要问问题了。哎，我们的有奖征答礼物小天使，礼物小天使，好，今天有两题。好，那第一题呢？大家仔细听哦，未经同意，我们可以直接公开他人的性向，就是你可以公开这个人他喜欢是男生还是女生，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。好，我数一二三哦，我数一二三哦，那我来看一下谁最快哦。好，一二三，没有看到，大家都好快，等一下。小天使有看到吗？礼物小天使，蓝色点点洋装，蓝色点点洋装妹妹，妹妹，超快，来，不对，啊？什么？不对，不对，答对了，啊？恭喜答对了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网络性骚扰的问题，好，大家仔细听哦，哈，未经他人同意。传送自己的私密照片、猥亵照片给对方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我数一二三，好，
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的好快。像老虎的弟弟。三马上去啊！可以吗？对。不可以哈。好，恭喜答对。好，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社会局举办这一场防治，防治什么？防治网络，防治数位性别暴力的这个活动。那其实因为网络很方便，我们可以在上面做任何事情，甚至还有一些 app， 例如说冰棒，我们还可以跟踪别人他现在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冰棒还蛮变态的，所以我其实自己没有用。可是你很需要，每次都很需要，每次都知道我在哪里。我需要知道你是不是在家还是怎么了？不行啊，我如果去做坏事，你就发现了。我跟你说我在家，然后其实我在干嘛这样子？不是啦，你不能做坏事，就是那么多小朋友，不能做坏事，不能做坏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带来最后一首歌曲。